大家好，我是魏听。首先恭喜周天成两局直落战胜拉古晋级16强。首局开局，周天成就强势打了一波11-2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周天成接着打了一波10-4，也是1-6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周天成同样大比分领先，已是1-3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周天成持续领先打了一波10-5，也是1-8拿下比赛。